Hello，Hello，Mr. Bean。OK，我们今天呢，经过了我们这几个礼拜在玩的这个游戏，刚才我在打你。Jurassic World， 我们已经成功呢，把所有的恐龙都解锁了，多少只恐龙？20只，总之全部的恐龙都解锁了。现在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恐龙来设计新的品种。所以今天呢，我跟五百万呢要来做一个挑战。他将会设计一个新品种的恐龙，我也会设计一只新品种的恐龙。等一下我们弄完了一个了的，你还要再看很多的。我们就来比赛一下，看谁设计的是最美，然后让大家来选。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的是 Jurassic World，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给我们去。喂，哇，我们有，所以我们有多少只？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你穿了。我给你，OK，你要用哪一只来设计？ OK， 我们用皮。它的头是香菇的。哇，你要这个头，哇哦。Dinosaurus。它的身体要用谁的身体？五、哦。Yeah。甲龙的身体 ，ankle 手。Yeah。五、哦，是手谁的尾巴？翼龙，它是这样子的。翼龙的那个尾巴。啊，它有它的 tail 是这样。Tail， yeah。然后它可以 fly around。OK。OK， 卡乐，我要这个。Strike。耶。哦。哒啦。哦，它的花纹是黑色的。OK。哦，它的斑纹又是要什么颜色？这个。完成了。看一下。所以大致上就是这样，这是你的啊，来轮到我了，我就来设计一个。你的 control。Domino Rex。你选，你说你的本领就是这个了。Okay。 好，选这个吧。等下你的 body 就是这个。哎呀，我 Spinosaurus。 我选我的，我不能听你的。Spinosaurus。 我不要用你的。哇哦。我干嘛？好像这个比较好。我用这个了。OK。尾巴。尾巴。啊。啊，好看。还是用回原本的。OK， 我现在要换它的颜色。哎，他们你的手卡不我了。你拿 gray， 你拿 gray， 你拿 gray。啊？拿 gray， 拿 gray， 拿 gray。我不要嘞。gray 好看。OK， 我要 golden color， 然后我的那个斑纹要用 white or brown。我叫你 white or brown，white or brown。好像 white 也不错哦。然后斑纹，好，我完成了。不是完成，这就是我的恐龙，哇，好帅！我们现在已经完成我的恐龙了，现在我们就去那个草场那边，我们把我们的恐龙开出来。Let's go！ 我先要去。我们来拍照。你不要选起来。我的运动员。你是你。黄金。黄金。哇。哇！我要拍照起来。我弄好单色了，你才拍照啊！你的 T-Rex，Spinosaurus T-Rex，Spinosaurus T-Rex。哇哦！哦，这是你的恐龙。哇！我来啦！不要不要打！不打！Thank you.
OK， 以上呢就是我们两个人呢设计的这个恐龙，然后我们会把它截图了过后放在 Facebook， 放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让大家呢去投票，看大家喜欢我还是他设计的这个新品种恐龙。我，所以你已经想好你的恐龙叫什么名字了没有？Spinner T-Rex， 然后我的是 Golden Indominus Rex。OK， 大家投选了过后呢，我们还会在这个众多的这个网友上面呢选择一个幸运儿，我们要送一些奖品给你，请大家踊跃的去投票。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然后不要忘了一定要按铃铛。铃铛是什么 ？Bill。我们下期再见，拜。